今天呢正好有点时间，我呢就给自己放个假，找一个地方啊，山清水秀的地方露个营。准备出发，开空调了啊，一会儿就不热了。马上到营地了。哎，只是今天这个天气啊，有点担心这个天气。前面就到了。哇，不错哎，修得挺好看的。停这里吧。OK， 德福，我们到了。好了，拿东西。OK， 这个冰箱这么大怎么办呢？感觉我一个人有点困难呀。哇塞，这是什么？他们给我准备了个冰箱。哦，给我准备了好多吃的。这什么乌梅子酱的瑞士卷啊。嗯，那我要唱起来了。哇，还有好多这个烤肉水果啊，这是我的相机。哎，这个是我准备的这个野餐盒，这个上面是我的噗噗，这是我给大家准备的消暑饮品。至于是什么呢，啊，到营地再给大家揭晓。谁可以来帮帮我？哎 ，Hello。老师，您能来帮一下我不？你那个车挺管用的。来，你这车可以啊，相当可以吧？相当可以，相当可以。所以您是这儿的工作人员哈、啊，太感谢了。哎呦，我天，走着，挺重，是挺沉的。我天，放满了东西。好了，来，下来，德福，太高了。哎呦，慢点。哎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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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啊，没事，你坐好啊，坐好。没事啊，这边果然比这那个北京市区要凉快一点啊。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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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车给我抖的呀。哎，好了，德福，走走走，进来，来走走，你就在这儿啊，我给你拴在这儿啊。好，乖，好狗狗，来吧。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给我准备的，我都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。哎，老师，哎，正好你在，我问一下啊，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？这个是给你备的一个投影仪，晚上。投影仪啊？对，晚上没事可以在我们这儿看个电影。这个我知道。挂膜风扇。这个挺凉快的，这咋开呀？啊，看到吗？哦，可以。对，我给你备了一个
备了空调。啊？今天太热了是吧？哪有空调？这么牛吗？这个是空调啊。哦。这个是要得把帘子给拉下来才行吧？你自己在这儿吹吹在身上也可以。也行是吧？你看看你哪个要不会的。我要是后面我不会的，我再麻烦您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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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啊。来，德福，喝水，喝点水，我们去遛个弯啊，喝点，喝点。出去玩，嘿，他听得懂出去玩。走，我们去逛，走，去遛个弯，走这边。德福，啊，好舒服呀。德福，德福，看这是什么？狗尾巴草，跟你的尾巴一样。挠挠。